对不起啊，先生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你怎么这么不小心啊你？他是新来的，什么都不会，笨得像猪似的，对不起啊。哎，你这是什么态度啊你？啊，对不起，您坐一会儿，我就叫他来给您赔罪。不用了，不用了。不不不，这一定要的。本餐厅一向的宗旨就是让每位上门的顾客都受到最尊敬、最礼貌的接待。 这个小弟的服务态度太坏，我们一定要好好给他个教训，给您一个交代。您坐一会儿，我去就来。先请坐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刘伯兄，你早来了。哎，哎，你衣服怎么了？哦，没什么，这服务生不小心洒脸放在上面。坐。哎。 忘了带钥匙，志培，原来是你啊！请进，请坐。 你是来找志培的，是吧？他不在家。没关系，他不在找你一样。哦，有什么事吗？其实我不说你也该知道，我爹地急着要见他，希望你能帮忙安排一下。这件事你跟我说过好几次，我也跟志培说过，可是。 他始终都不肯答应。我知道，我知道。可是我除了找你，实在想不出谁能帮我这个忙。请你无论如何勉为其难的，一定要帮我这一次，好吗？我爹地千里迢迢的从美国回来，为的就是想要见他唯一的儿子。难道你忍心让他失望而回吗？再说。 志培的母亲已经去世了，我爹地现在成为他在这世上最亲的亲人。你忍心让他抱憾终生吗？珊珊，我求你。好吧，我答应你。今天晚上，我一定想法子拉他去见陈伯伯。你去跟陈伯伯说，今天晚上9点钟以前，在我家里等我们。 9点钟的约会是珊珊亲口答应你的吗？嗯，珊珊答应的事情绝对不会有什么差错，一定是发生什么意外。瑞某，你再去找一下珊珊。
他还没有回来。他离开餐厅以后，会到哪里去呢？他好不容易找到这份工作，现在被人家辞掉了，心里一定很难过。我真担心他会出什么事。谁呀？是谁在那里呀？志培，你怎么突然从台北回来？为什么不轻易坐一个人呆坐在这里干什么？是不是发生什么事？你这样一声不响的回来，一定有事。志培，赶快告诉老师。你在台北到底发生什么事？你信上说有些事使你困扰的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，是不是那些事情使你在台北待不下去？志培，无论发生什么事情，你都要信任老师，跟老师说清楚，让老师来帮你解决啊。你不要这样子一句话都不说，让老师干着急啊。老师，我又失忆了，那家餐厅把我辞退了。哦，原来是这样子。不要紧，这一家不要你替代工作，你可以换一家，大不了什么都不要做，安心的准备明年联考。老师不是早就告诉你了吗？老师的薪水多养你一个还不成问题的。好了好了，别难过了。既然回来了，就进屋里休息吧。有什么事情，等明天再说。啊，走吧。老师，我。老师，你知道我父亲是谁吗？你怎么突然问起这个问题呢？有一个人从美国回来，找到了我，说我是他义父的儿子。他的义父因此特地从美国赶回来要见我。那个找到你的那义父，是不是叫陈艺谋？这么说，他真的是我父亲吗？你跟他见过面没有？没有，我不要见他。为什么？你们父子十几年没有来往，原来我以为他忘了你。他现在既然回来找你，为什么你不肯跟他见面呢？志培，我知道你心里也许在怪他，这十几年来没有来看过你，那可能是因为他有不得已的苦衷，也说不定他曾经来看过你，只不过你不知道罢了。总之，父子重聚是一件天大的喜事，你应该高兴才对。为什么愁眉苦脸，一副六亲不认的样子？这不像你平时的作风。志培，
你总听过子欲养而亲不在这句老话。你妈不在了，你能有个父亲让你承欢膝下，应该感谢上苍才对。守卫天下没有不是的父母，不管你父亲过去做错什么，但是他跟你妈之间的事情，你是他的儿子，父子总归是父子，那份骨肉人心的亲情是怎么也磨杀不掉的，不是吗？不，我不要，他对不起我妈，我绝不认他。志梅，老师，小魏的工作现在有没有来做？没有。怎么了？你问这个干什么？我不回台北了，我要留下来。我想，如果没人来接替，我就来做。志培哥哥，你到台北有没有看到我姐姐？看到了没有嘛？看到了，你姐姐现在人很好，你不用担心。伊娃呢？伊娃呢？你的病还没有好，应该在家里好好休息，不要急着来上课。不，老师。我好了，我喜欢上学，不喜欢一个人待在家里。可是你的身体……我已经好了，真的不相信，你可以去问陆老师，我的身体已经好了。真的？真的。不要太勉强，如果不舒服，马上来告诉老师，老师送你回家。我会的，谢谢老师。老师，伊万良的病好了吗？需不需要再带他下山去给医生看看呢？我想不用了，他现在最需要的是要多休息。那就让他先回去，今天的课就别上了。不行啊，本来我今天也不要他来上课的，可是他说什么都不肯，他怕缺课缺太多了，功课会赶不上。我没有办法，就随他来了。这怎么行呢？万一他的身体一直养不好，到时候他怎么参加全省钢琴大赛？到了到了，陈伯伯，就是这儿。啊。阿静姐，李老师，李老师。陈伯伯，你在这儿等一下，我到后面去看一下。阿静姐，阿静姐，哎，你找谁呀？啊，我找住在这屋子里的主人。我就是啊。你是谁啊？我怎么从来没见过你啊？我。阿静姐，珊珊，哎呀，珊珊，你怎么跑来了？怎么也不事先写封信，我在家等你啊。我也是临时决定的。啊，阿静姐，我给你介绍。这位是陈玉萌陈先生，志培的爸爸。啊，志培的爸爸，志培的爸爸还活着。啊，对不起对不起，我只是觉得好意外，我可没有揍你的意思啊。没关系，我也知道我自己的出现非常的突然，甚至连志培都不肯相信这个事实呢。志培，原来你们父子已经见过面了。阿金姐，
志培呢？他是不是回山上来了？是啊，哎，你们大老远跑来，一定累了。你先带陈先生进去休息一下，我到学校去找他。什么？阿姨姐，你说谁来了？你爸爸呀！你真差劲哎，志培，在台北遇见你爸爸，回来也不跟我们说一声，害我刚才在你爸面前出了个丑，连话都说错了，真不好意思。哎，你还愣在这里干嘛？快呀，快回去啊！你爸爸在家等着你。志培，怎么搞的嘛？我跟你说的话没听见呐？赶快回去见你爸爸呀！我不回去。啊？志培，文川呢？志培的爸爸来了，你知不知道啊？你声音这么大，早就听见了。志培，回去。老师，回去。志培，我送你回去，等一等啊。志培，上车。老师，志培呢？志培他跑了。珊珊，你跟阿金去找找看，找到了务必要牵他回来。可是陈伯伯在里面等着，怎么办？我去跟他说。你们快去吧。我姓李，叫李文川，志培的老师。陈先生，对不起啊，志培有事出去了，我已经叫人去找他，很快就会回来的，您请坐一下。谢谢李老师，我听珊珊说，志培母亲去世以后，多亏有你照顾，志培才不会沉沦下去。我在这儿要特别向你致十二分的谢意，谢你对志培所做的一切。哪里哪里，这是我们做老师应该做的事。更何况我和志培的母亲还是小同乡，老朋友嘛，照顾志培本来就是我义不容辞的事。哦，志培失去母亲以后，我这个做父亲的又不能在身边照顾他，他能遇见你这个好老师，老天待他也算是不薄了。陈先生，你好。不过无论如何，我都非常的感激李老师，希望有一天能够亲自报答你这份恩情。好好的劝劝他，无论如何要把他嗲回家。珊珊，我在里面有些话比较不方便讲，是不是？去吧。志培，你就这样呆呆的坐着看着河水，要看到什么时候嘛？光是发电是解决不了问题的啊！有本事你跟我回去见你爸爸，你们当面把话说清楚，免得我在你们当中很为难哎。你走不走？你再不走，我以后就不要理你了。
好，我到现在才知道你是这么的胆小懦弱，连自己的亲生父亲都不敢认，还谈什么奋斗上进，哼，全都是骗人的。珊珊，我跟你回去就是了。先吃好不好？去。哎，别拉，人家好奇嘛。这有什么好好奇？不要去破坏人家父子的感情。进去。阿金姐，怎么样？你有没有听到他们在谈些什么？别提了，他们父子俩还没开始谈呢，你老师就把我推进来了，扫兴。人家父子见面谈话，要你在旁边凑什么热闹吗？听听有什么关系嘛？你可别胡闹了。志培对他父亲心里总有一个解不开的结，这次见面，对他，对他父亲，都非常的重要。你可千万别胡闹了。啊，有这么严重啊？不错，阿金姐，志培自从知道他爸爸在找他，要跟他见面。就一直抗拒这件事，他不肯承认有这么一个亲生爸爸，更不肯答应跟他见面。这一次我好不容易说服他，可是他们见了面以后会怎么样，我可是一点把握都没有。志培脾气那么倔，弄不好父子俩见了面反而大吵一架，那就麻烦了。啊，才见面就吵架，那这算什么父子嘛？看我，志培，隔了这么多年，你还回来做什么？不要这个样子，我是你父亲，我想你，我回来看看你，不可以吗？不可以，当初是你不要我们母子，隔了这么多年，为什么又突然改变心意了？是不是你的那些女人，一个一个都嫌你老了，不要你，所以你才回头想要找我们？你想拿你过去遗弃掉的感情来弥补你现在的空虚，哼，别做梦了你！我告诉你，你的如意算盘打错了，我不会不顾妈的委屈投向你的怀抱。我是妈的儿子，永远是妈一个人的儿子。你别想我会承认你。志培，你走吧。过去那么多年，你。我没有你也长到现在这么大，现在我更不需要你。你走，你走！你要找你的安慰，你要找你的依靠，你就去找你对过他们好过那些女人。你去问问他们有没有给你生过个儿子。你不要来找我，我不是你儿子。我不是，我不是。对不起，陈伯伯，早知道这样，我就不陪你来这一趟了。珊珊，不管怎么说，我还是要谢谢你。
这一趟，志培虽然不理我，不过我们总算是见面了。陈伯伯，请你别怪志培，他也许从小跟伯母相依为命惯了，情感上自然而然会偏向伯母。我相信，他不是有心要刺伤您的。我知道，珊珊，谢谢。哪里，陈伯伯，你别客气了。哦，您大概是第一次到花莲来吧？要不要我陪你到处走走看看？不用，我现在没这个心情。珊珊，道志，如果台北没事的话，能不能麻烦你留下来，多陪陪志培？陈伯伯，拜托你，你想想看，一个人活了一二十岁，突然凭空冒出一个亲生的父亲，任谁都受不了这种打击。我看得出来，这个时候，只有你能让志培的心情平静下来。请你看在做父亲的私心上，留下来好吗？谢谢你，珊珊，你回去吧。我送你到客运车车站。不用了，不认得路，我自己慢慢走好了。嗯，陈伯伯，再见。再见。远东航空公司由台北来的第301次班机，现在到达花莲。Flight and Transport Flight 301 is arriving from Taipei. Mm-hmm. 搭乘远东航空公司第302次班机往台北的旅客请登机。Passengers on Flight and Transport Flight 302 to Taipei, now boarding, please.欢迎光临。小姐，谢谢你，给我间单人房。老实说，我还真羡慕你，至少你还有个爸爸活在世上，不像我，什么都没有了，真正的孑然一身。如果我爸爸还活着的话，能够听我叫他一声爸爸，叫我做任何事，我都愿意。珊珊，你别说了好不好？我，好啊，好，我不说，我不说。但愿你不要跟我一样，做出终身悔恨的事才好。文川啊。晚上怎么睡啊？是不是让珊珊跟志培睡个房间？开玩笑，这怎么可以呢？珊珊还是跟你睡，我到志培房间了，跟他挤一挤。哎，对对对，我怎么没想到啊？真笨呢。文川，你猜他们在谈什么？我怎么知道？我又不是孙龙儿。你不知道，我知道，他们一定在谈志培的爸爸。哦，过去你没见过他，长得蛮帅的，怪不得一直会嫁给他。我没有见过他，只知道他的名字，知道他很有钱。我一直以为一定嫁给他会很幸福，谁知道？谁知道他们两个早就分开了。哼，你们男人啊，都是一个德行，喜新厌旧，难怪志培要为他妈妈抱不平，不认他这个爸爸了。哎，阿金，这种话可不能当着志培面前乱说，小孩子不懂事，我们大人开导他都还嫌来不及，你怎么可以火上加油鼓励他不认爸爸呢？我是替一真抱不平嘛。
难道志培的爸爸不可怜吗？不论他年轻做错什么，现在孤零零的一个人，老远跑来看儿子，儿子又不认他，这种滋味一定不好受。阿金，有机会我们一定要帮帮他的忙，知道吗？喂，爹爹，你在哪里？哦，我在花莲。瑞摩，我在花莲可能会多待几天，台北如果有事的话你全人处理好了，有事我再跟你联络的。不用陪我去买菜了，有珊珊陪我。阿金姐，啊，怎么老师教书还要这样替学生服务啊？管上课，管读书，还要管学生吃饭呢。是啊，这种事啊，只有你老师做得出来。为了学生啊，他把老命贴上啊，他都干。老师也是有你这么一个好帮手，他才能够想什么做就怎么做，你不帮他他也没辙啊。说的也是啊，你没看见啊，有一会儿我跟他赌气啊，不做饭给他吃，他那个狼狈相啊才滑稽呢。阿金姐，我看老师啊是越来越离不开你喽。对了，阿金姐，你将来会不会嫁给老师啊？我们已经订婚了啦，你看，这是我们的订婚戒指。啊，真的？阿金姐，恭喜你！你们订婚怎么也不通知我一声？你老师那个人你是知道的，他不喜欢张扬的。那你们什么时候结婚？别忘了要请我喝喜酒哦。一定一定，他妈妈已经决定今年年底了，到时候请你，你一定要来哦。什么？
志培不在。嗯，我找不到他。志培，你到底怎么回事？你刚刚是不是看见了什么人？是美兰？那位是谁呢？整天都怪怪的，中午没有吃饭，晚上也只吃两口，是不是身体不舒服？没有。那是为了什么？老师说你白天在学校好像看到什么人，是谁？是不是美兰知道你回来，上山来看你？总不会是你爸爸吧？爹，是我，雷蒙。哦，雷蒙啊，有事吗？戏子有块地，我去看过了，蛮好的。现在就等你回来做最后的决定了。爹爹，你什么时候能回台北？哦，我暂时还不能回去，你看着办吧。还有别的事吗？没有了。爹爹，你见到弟弟了没有？见到了。他还好吗？你打算什么时候带他一起回台北？我好叫人准备准备。不急，等我回去再说好了。如果没有别的事情，我要挂电话了。哦，好 ，Have a good time， 拜拜。
看见你在学校当工友。当工友有什么不好？在台北我连服务生都做不好，有工友当已经不错。志培，不要这个样子，这个工作不适合你，像你这个年纪现在不应该工作，应该回到学校去专心的读书啊。我的事不劳你操心，该读书该工作我自己会安排。志培，啊，别说了，以后你不要再来，你快走，我不希望再看见你。志培，你要我怎么做才肯原谅我呢？志培，明天是你妈的生日，我想去看看她。你倒到铺子去一趟，我想到她的坟前去上柱香。不必了，人都已经死，你再怎么假惺惺都没有用了。妈活的时候你不要她，现在她死了你还去吵她做什么？你就行行好，让他清静清静吧。志培，志培，志培。奇怪了，志培会跑到哪里去呢？志培呢？哎，他还没有回来吗？没有啊，他不在学校吗？我要回台北，再见。你不是说要去埔子给我妈烧香吗？志培，